这时候以后呢，体现什么呢？一个事业商标，同时呢是巴西的。这样以后呢，就是呢，感觉运动员在做运动员，每个人从小就喜欢踢球，看到球有一个特别的感情。所以呢，任何香水都要瓶子装。我这次用这个装的目的，就要中国足球起来，小小的精灵又开始在中国的舞台发动作用了。